李宇春实力到底有多强？连续八年压轴江苏卫视零点跨年，这舞台气势不愧是无价之极。2017年《西门少年》，李宇春 rap 说唱带着庞大队伍一起舞蹈，磅礴的气势瞬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。我要你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，不畏流血，不惧流言，不停奋力奔跑下去。我要你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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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2018年，一趟，李宇春用一首原创歌曲直接封神，现场堪称顶级大秀。2019年，新物种，李宇春压轴全球首唱自己填词的《新物种》，流行女王范把现场气氛直接拉满。2020年，哇，李宇春一人便是千军万马，华丽演出，全场 fall in love， 简直不要太赞。2021无价之姐，不愧是时尚的宠，越来越国际范了，一出场气场直接拉满，这才是无价之姐。2022年，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，独一无二的辨识度，无与伦比的吸引力，让人只想沉浸在1987的节奏里纵情狂欢。2023年，和你一样，强大的感染力将收视率直接拉到第一，全场大合唱，眼泪彻底绷不住了。2024年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。跨年压轴还得看李宇春一把吉他与所有人大合唱，太温暖了。